呀，它才刚刚退潮。我这来海边啊，发现这里有一个毛蛤蜊，挺大的一个啊。待在海草的旁边啊，应该是被大风刮出来的。这种啊，身上带着好多毛的，我们叫它毛蛤蜊，它也叫雪蛤呀，这个挺好吃的，回家做个刺身吧。搜，哎，在这个位置看，我发现了一个，我们这边叫它美人蛏啊，它也叫双头蛏。为什么叫双头蛏呢？你看看啊，它长得像两个头一样啊。等会你们看一下呢，看到了吗？长了两个头，就它双头蛏，嘿，好好玩啊！这一集你们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啊，就长了两个头一样啊。这个小东西啊，特别好玩，我喜欢挤它，嘿，挤一挤，好好玩。哎，这里发现了两个鲍鱼呢，这是两个啥呀？这两人在干嘛呢？啊，哎妈，这亲密无间呀！哎呀，你看吸得老紧了。这是一个红色一个绿色的，这难道是一公一母吗？这难道是一公一母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敢问。真的我分不清他们哪个是公哪个是母，但我感觉这两人这吸在一起啊，感觉总是有那么一点点尴尬呀，啊，是不是？收了吧。哎，这里还有个梭子蟹啊，你看，哇，哎，它还夹着一个对虾呢，一个虾子，你看，哇，它应该是想要吃它的，然后让我给发现了。你说是他俩的不幸运呢，还是我的幸运呢？你看，它应该是抓到这个虾子要吃掉觅食的啊。在这种情况下啊，它是被我给抓到了。我这是一举两得呀。梭子蟹这个季节还是特别多的啊，这个季节应该梭子蟹都是非常肥的，也是吃梭子蟹的季节。这虾子也是啊，这个时候这个虾子也是特别肥。收了啊。这是啥呀？这是三个小蘑菇吗？海里也长蘑菇吗？妈呀，这应该是属于海蘑菇啊，属于海蘑菇的一种。之前啊光听说过没有见过。这次是见到了啊，以前听说过有海蘑菇，但是这是第一次见啊。你看这三个海蘑菇咱也给收了啊。哇，这里还有个大刀蟹呢，这蟹子长得可奇怪了啊，只长了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大夹子，另一条腿的大夹子长得都不这么大，你看特别小特别小的那一种。